啦。我是 Philip， 我是 Quan， James， 魔子 ，Joy， 就要一起玩。玩什么？猜到我大作战。我们今天玩一个游戏，我们朋友准备了23个 logo 要给我们猜，他会在前面用 iPad 给我们看那个 logo， 知道答案的人要赶快举手，然后你就点谁第一先举手，讲出那个 logo 是什么牌子，然后就得一分。好，那输了干嘛？最多分可以干嘛？是玩，这系列。好，来开始 ，Go！ 哎，法官请就位。法官，这么 long 啊？对啊，我猜 John Malone 呢。那举手，举手啊、，John Malone 不是。这是我们都认识的牌子吗？是，大家都认识的。Burberry 不是，你要等我叫你了。科技不是，所以是精品类吗？不是精品类、啊，不是精品类，没有那么高级吗？这是 logo 吗？这是 logo 的一部分。logo 的一部分啊，不是、我以为是这是什么 logo， 不是。什么意思 ？logo 的一都没有共鸣哎，重复。跟什么相关？跟什么相关？跟什么相关？跟气有关系的。吃。啊，我知道。就是肯德基。对。耶、yeah! 欸！哪里？蝴蝶结。OK。这蛮很难呢、欸。因为我没有想到是切掉的，切掉的就很难。哎，这样子就太简单了。你不切就怎么？对啊，没简单。如果这样子又太简单了，好耶、yeah。那你自己记你自己的分数哦。好啊。啊，我知道。一二三，不行，我没有举。哎，你怎么不举？你举啊！有错吗？他不举了。我觉得好像自己比较快哎，这一次。哦，好，你说。H R 麦尔。对。什么 ？H R 麦尔。啊？什么？哎、欸，他的亚洲外语通吗？屁股绿啊？没有啊，他是旁边那个图案嘛。亚、洲外语通，这就是那个国泰航空的亚洲外语通。这个有那么好猜吗？这么好猜？没有，一般般。好，下一个。啊！一二三，终于了。Instagram， 对，这个太简单了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你是看着我们，然后手将滑过下一张。一二啊！James，Starbucks。对呀、啊，就太简单了，这个太简单了。我觉得那 KFC 也最好。是 Jerry 吗？好像是，好像是吧。我的车原版。对了。耶、yeah! ！一二三，我吗 ？Toys R Us。Bingo Bingo！ 啊！我是我吧，是我吧。这是乔乔，这是乔乔。是我吧 ，Dan Murphy 啊。对呀、啊，你们都。耶、yeah, ！矿加油！矿加油！你要加入这游戏。我这个有一个难哦。我知道。Sorry， Wilson Park。对，停车场，停车场。我今天就停 Wilson 啊。Jerry 的。哇 ，LBR。现在最高分四分。哎，我都没有记我分数哎。好，四分。好。哎。Jerry。Monash Uni， 对我们学校啊。哎、欸，你真的行啊！不行啊，我都不懂是什么东西耶。对啊。OK， 啊。哦，乐高，乐高。对。耶、yeah ！这个有那么好猜吗？有，蛮好猜的。因为那个红色跟黄色、橘色那个颜色，是那个颜色哦。你在后面猜。哎。也是 Joy 吧？怎么都我们两个？这是 Android 吧？不是，空的。好，那已经讲完了。反正我没有举手，他没举手，看着我。为什么会猜到 Android 这个？空根啊，空根的那个。空根啊！什么？Bunnies。哎哎，你们举手，你们要举手。Bunnies 啊，那个颜色。哦，我懂了 ，logo 把 logo 变了，就把颜色换掉。把颜色换掉，对，是可以把。对，你把颜色换掉，就不会这么明显，因为我就认颜色。Bunnies 出来好像是这样。这比较好认。赶快加入。Oh, James。James Warehouse。啊。对对。也是颜色吗？颜色，我是看那个屋子，他还要把中间拿掉了。对因为中间都是那个字。Joy Quantus， 这个太简单了。耶、yeah. 啊！啊，对我们呢、啊？这不能算呢、啊，这我们的 logo 啊。logo， 我们频道的 logo， 你不是有音乐吗？
太简单了，对不对？这样都不讲话，这样都不讲话，没有派，而且其实都不举手哎。我保持沉默。你看就不知道了，哎，不行，这是最后一题了吗？太难了啦！对呀，这么简单。你应该放那个白色的那个全哥而已，应该尾巴。你是不是只放这个而已，叫他们猜。我最怕他们猜不到了，这是我做的，我应该猜得到。那么快、哦，我知道了。New Balance，、哇，很厉害耶！这个我觉得，颜色 New Balance， 觉得这个没有真难。不怕，不怕。哎，你怎么不举手？你要举手。啊，你都举这么快，你太快了。不行、啊，你太快了。对，你太快了。什么？早泄。哎，你们怎么不举？嗯，对啊。好，我给他，给他们。对了，我啊，无理。我刚才真的看不出来，是屋里的苹果上面，嗯，那苹果，对对对，嗯，Jerry，Red Bull， 很厉害耶，欸、很厉害，假的，怎么稍微我们讲一点专科 Red Bull， 哎，我看到好像是个牛还是什么的啦，啊，我猜不出来，这个真的很强哎，哇，你不是说你一定会赢他？喜欢你三八啦，我八分了。这个也 Holiday Inn， 耶！你很强哎、欸，我就是爱看 logo 的人吧。这个很厉害、欸，这个我也想到 Holiday Inn 哎、欸。马上差不多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腾讯吗？腾讯不是，然后那个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很像画的 logo 都是这样子，它的 logo 就是这样子。科学不是，不是衣服，无印良品不是，怎么这样子呢？这两个是英文字母 AA 啊 ，Q 我也是想 QQ 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不是，不是落地，摩洛迪是，哎、欸，秒低。听不懂，小米味，反正也应该不是。他有这样子乱画的东西哦，前面后面都有东西，不是衣服，不是吃的，中学生会比较爱吗？还是？哦，对了，贝格那个什么什么贝格。Smiggle 吗？不是 Smiggle， 我也是美国飞据点。哦 ，Smiggle。Smiggle。Smiggle 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。啊 ！Smiggle。你再讹我，一刀捅死你哦！那个是什么？那是背包吗？这就是文具店啊。卖文具。哦，对，他买很多文具的东西。对。他我不知道这个。不知道这个。我知道 Charleston 有，但我不会记得他的。我学校啊，有对，这这么大 logo， 但他如果给翅膀，你猜得出来吗？颜色，那个颜色，啊、哦，因为是颜色，应该给那个他的翅膀那两条，翅膀那两条。那如果下面那个字呢？闭嘴，一群低能儿！我给你五颗星星，跟星星，给你五颗星星。哎，那如果给下面那个断带，你会认出来吗？一定会。你说这个吗？断带的字你也会认出来吗？那个字我们都懂。哦，念那个字。那如果裙子的皱褶，太我们讲的洗衣粉品牌。什么？没有了，哎，没了。哎，好快！哎，对耶，台北第一名。那我们今天我九分，耶，很厉害耶，耶！这就是第一个，就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又要一起玩第一集。那就之后再开发新的。我觉得你讲出来好像五分钟都。不到，那我们就接着第二集了。哎、欸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挑战这个游戏大挑战，那我们下次再开发新的游戏来跟大家一起玩。喜欢的话分享、订阅、开启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大家都知道是效果了吧？哦，可以，后面做三个，然后前面做两个，就好了吗？五个刚刚好，我想好了。拍照，我怎么后面一排，前面一排？等下就合唱团唱一首歌，然后就是爸爸妈妈跟三个孩子。大家好，我是 Jerry， 我是 Philip， 我是 Quang， James， 摩子 ，Joy， 就要一起。OK， 好，不要讲。